去年底在马来西亚槟城倾尽大爱无量义的公演曲终人不散，从今年十二月开始到明年将有八个地区接力公演，而首场就在新山登场。深入京藏内涵，以音乐还有手语把经文展现给观众。501人整齐划一的动作、歌声和庄严的心念，在新山两场演出就吸引将近万人观赏。虽说是华语的佛经演绎，观赏者却不分宗教，跨越语言隔阂。非常感动，慈济人可以让爱传出去，做得这么好，让大家可以感受到，我们的那付出，让别人可以感受到那种言语说不出的爱啊。This performance teaches how to help people and make world in peace, and it's very peaceful performance.And very nice. 把感动延续下去，演出隔天有会众来到新山的静思堂。林丽香看完演出立刻打电话和妹妹分享，隔天就相约亲近慈济，不认识路也不怕。一直累，很累，很感动，很心里也感觉，哎，这个是我要找的精神啊。我看到慈济的精神，可能心里想，这是我要那昨晚感动之后，让你有些什么行动啊？今天第一次马上来这边参观了解，更坚定心中善念。天下志工表格，林丽香更发愿要从自己出发，慢慢扩大到亲朋好友，一同身行好事。戴娟、郑胜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